有礼节，有合作，有公益，有前瞻，有功德，有自律，有行善，有包容，有守法，有睦邻的校长，我们为努力成就彰化县美好教育的未来。感谢新任校长。周丽君校长接，来，不好意思，看一下前面哦，一二三，摄影师恭喜洛金国小、太平国小，张荣玉代理校长教，郑全新校长接。好，来，不好意思，我们看一下这里哦，一二三，好，谢谢。好，紧接着是竹芳校长接。好，来，不好意思，我们看一下前面哦，一二三，好，谢谢。好，再来是我们大村国小江淑芳校长教，吴伟成校长接。好，来，不好意思，我们看一下前面，好，来，一二三，好，谢谢。方院国小，我们国中小校长交接，总共有42所学校校长来做相关的交接。那特别要特别谢谢有14位的校长，国中国小的校长他来退休，那可以说一生贡献在教育，那可以说作育英才无数。来利用这机会，特别再次向谢谢我们这14位退休的校长，也拜托他们能够继续呢啊回到我们县里面，我们这个啊教育的领域里面，给继续给我们指导。那另外有42位的校长的交接，他们是啊一个新的领航者，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把学校在地的一个特色，以及呢怎么样让孩子能够更有国际观，能够更有科技感哦。那特别是我们的品格教育以及实战教育等等，都能够在学校充分的来做相关的一个延伸哦。那希望让孩子们能够呢啊变成我们的世界公民。那特别是 ESG 的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现在希望校长在学校里面加强的。所以在这边特别谢谢校长跟所有啊这个老师们的大家的一个这个辛劳啊，特别谢谢蔡处长啊带领的团队不断的把我们整个的教育力来提升，那迈向我们这个国际。那当然这边特别要谢谢我们议长、副议长跟所有的议员对我们预算的支持，要谢谢我们很多民力的团体，这些理事长们啊，大家呢对于我们教育的一个这个支持，那一并利用这机会谢谢大家。那我们期许大家一起努力，让彰化呢英娜更厉害，让彰化的英娜呢更有前途，更有发展。你看一下摄影师哦，好，恭喜我们的南镇国小、田尾国小，三，好，谢谢。德兴国小杨文君校长教，林慧如校长接。好，来，不好意思，我们看前面哦，一二三，好，谢谢。花坛国小卓训德校长教，詹雪梅校长接。好，不好意思，我们看一下前面，好，来，一二三，好，谢谢。感觉到我们的新校长们哦，充满了创意活力的一面哦，我们未来一起共同为。好，来看前面哦，对，忍耐一下，不要动哦，来，按照刚刚位置不要动哦。好，来，不好意思，大家忍耐两秒，再两秒哦，好，好，三，好，再来一次哦，好，来看这里，看这，再看前面了哈，来，好，忍耐。